军妹团竟是拿到18个击杀就获胜了，但小伟今天来点不一样的挑战，挑战军妹团竟拿18个助攻获胜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帮助队友。OK， 挑战开始。有人，哎呀，没注意把人头抢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往前看看有没有人，这你也敢过来的吗？子弹全打箱子上了，哎。没队友在的时候也拿点击杀，不然没击杀也不好看。哎呦，小子们可以哦。为啥没有队友来二楼啊？这里这么多敌人呢。不管了，先击杀吧。不行了，5个头了，要助攻了呀。好机会，蹭了一个助攻，前面应该没人了，过去蹲一下。过去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啊！有队友了，很好，我打伤害，你拿人头，给个助攻呀，老哥。这狙有点离谱呀，算了，还是和队友冲吧。小子，你阴谁呢？好机会，你们人头赶紧拿呀！2个助攻到手，这就没办法了，不然人头让给你了。没想到吧？哎呀，不过没关系，又拿了一个助攻。哈哈，被击杀也没事，有助攻拿就行。我也不看助攻数，最后直接看结果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拿了一个头。老哥，别那么快结束啊！让我再拿几个助攻，好机会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。看，又是2个助攻。哎呀，都结束了，希望助攻数够吧。哈哈，18个助攻不多不少，挑战顺利完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还想看哪些挑战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